一只花豹迈着小碎步正在河边找吃的。不过花豹今天的运气还算不错，前方的水面上竟然飘着一只死去的羚羊。虽然羚羊旁边有一条鳄鱼在那守着，但花豹还是打算上去碰一碰运气，他也想体验一下让别人给自己打工的感觉。面对鳄鱼的逐客令，花豹一点都不在乎，厚着脸皮往上贴就行了。而对于鳄鱼的攻击，花豹将其拿捏得稳稳的，明明近在眼前，可是却又得不到，这让花豹急得直挠土。鳄鱼在水面上静静地看着花豹的一举一动，他想找机会把花豹也一道收拾了，能来个双杀的话简直不要太爽。而花豹失败了那么多次，他多少有点心有不甘，可是鳄鱼的防守太严了，找不到破解之策的花豹最终也只能选择放弃。不知道这种情况换成鳄鱼杀手每周抱过来的话，结果会是怎么样。